回家配啊。而这个 Stanley 呢，他是做双喜临门，对不对？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算是爱情细水长流，今天总算是修成正果啊。没错，来，哦，第一次看到婚礼上面的两对男女，这两位呢在幸福的捧花，准备要来迎接他们心目中的女神新娘啦。是的，所以接下来要用最热烈的掌声还有尖叫声，我们也请现场走到两旁的朋友，我们先让出一个空间来，让我们今天的行进动线可以好一点点哦。另外呢，也请我们的媒体大哥大姐，我们尽量往走到两侧。好了，我们要请新郎先跟第一位爸爸好好的来行个礼，有先礼先跟我们蔡爸爸，接下来小鱼。交给这两位可靠的男人，第一次要跟爸爸来拥抱一下。相信这一刻呢是不舍的，但是未来会有更幸福的他们，更幸福的画面呈现在爸爸的眼前。来，跟爸爸拥抱一下。